大家晚安，我是无界。你岛上有阿三、阿四还是马玉吗？有没有对他们拼命送礼却拿不到照片的困扰呢？我看日本的攻略频道啊 ，Mogahiko 拍了一集说，本作登场的动物居民中有三个角色入手照片的方式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那就是开头提到的阿三、阿四以及马玉啦。那我来说明一下 Mogahiko 的论点哦。他为什么说这三位动物居民的照片拿不到？那是因为动森有个机制呢，就是动物们在送礼给你的时候，不会送跟目前他们自己家里摆饰中一模一样的物品哦。而阿三、阿四以及马玉呢，都把自己的照片放在家里了。如果我们用一般的送礼方式，或者是我之前教过的那个水果满包法等等哦，都没有办法从他们手中拿到照片的。那他的解法呢，就是先迫使他们把房里的照片给撤下来。那至于要怎么撤下来呢，这又要讲到另外一个游戏机制了。也就是动物居民们呢，其实跟玩家一样，有个道具空间的上限，而他们的上限呢是32格。你只要送超过32个小型家具或者是壁挂物，居民呢就会开始把家里原本的东西给处理掉，换成玩家们送给他们的物品哦。那刚好最近我在凑战队嘛，所以阿三、阿四都在我岛上。那我现在要把他们分成两组，就是阿三、阿四呢，我都先帮他们把亲密度给升到满哦。但是阿三房里的照片我会保留着，而阿四我要学 Mogahiko 的方法来试着把照片给用掉。那我准备呢要送我岛上的红色银莲花，因为送相同的东西呢，他们只会在房间里摆出其中一个。我都送一样的呢，他们就不会把他们家里弄得太乱了。而这部分呢，我们也不用一直调时间送，我们只要摘一个32朵同种类的花，然后到机场用心意卡的方式呢，分别把32朵全部寄过去。隔天我们再去他们房里确认一下照片是不是拆下来了。确认拆下来后呢，我现在再用满包法来测试可以拿到几个阿三、阿四的照片哦。
那总计阿三我拿到了两张，阿四也拿到了两张，这样就确认完成了。我的阿三照片还在墙上哦，但我还是拿到照片了。我不知道是他的论点出错，还是刚好可能我不小心达成了什么奇妙的条件哦。那如果呢，观众你们岛上也有阿三、阿四还是马玉的观众，那你们如果长久下来都拿不到照片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试看看 Mogahiko 的方法。但是阿三、阿四如果是你们的前五位入住的初始岛民，那就不算咯，因为他们住的样品屋本来就没有放照片了。那我现在呢，想要再试看看能不能把照片包装起来送回去给阿四哦，看他会不会再挂回去他墙上。那我们会发现呢，无法直接送照片给阿四，可是我们可以用心意卡偷渡过去哦。我们来看看阿四会不会挂回去墙上哦。